好，听众朋友们，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。今天是2016年12月1号。好，进入12月份了啊，我们的年底了啊。那么星期四农历是11月初三。好，那么今天呢就开始呢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啊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这位听众，你听得到我声音吗？没办法，台上听不到你声音啊。喂，没办法了啊，只能待会再试试看了，你这电话线不好。好，换一个。喂，你好。Hello。你好。Hello。你好。Hello。你好。你好。Hello。你好，你好。你是师傅吗？你。Hello。你找谁呀、啊、？Hello。你找谁呀、啊、？Hello。喂喂喂，你好，你好。Hello。你是台长吗？我是台长啊。真的。我想问我儿子可以吗？念经了没有啊？有。啊。不过很慢哦。啊，很慢还要好好念的。你想问儿子是吧？我的儿子是94年的。94年属什么？他是狗年的，不过是鸡是鸡是吗？狗年的鸡是吧？到底师傅在？到底属鸡还是属狗啦？他是94年的，不过他华文的是在算鸡年了。还没有过年呢，那就算鸡嘛，就属鸡这么好啦。哎，好，所以我太高兴了。九四年属鸡的是吧？对。94年属鸡的，想看他什么？讲给我听吗？看他身体吧，他脑子有问题。脑子有问题，对。自闭啊，有点自闭症。要多少张小房子？小房子要念600张。600张啊。哎。放生呢？放生要3200条鱼。3200条鱼。家里要弄得干净一点。好，你可以师傅，你可以帮我看我的佛台吗？佛台可以看的。啊，你们家过去还供过其他的神啊仙的。哎，对，很多很多很多了嘛，就是什么都来了呀。对，你一门精进听得懂了，一门精进。好，这样我可以问我自己，他那个600张，他好像会有时会怀疑我们是假的父母。神经病，当然是怀疑你们假的父母啦。他脑子正常的话会怀疑不啦？哦，是吗？身上有灵性嘛，当然什么事情都会做了呀。可以说吗？我只是念200多张，还有。你父母亲连话都讲不清楚，思维都不清楚，人家孩子怎么会不怀疑你啊？对对对，我知道我没有智慧啊。你当然了，你要记住，一个人讲话思维不清楚，这个人的脑子就不干，就是傻傻的，听得懂吗？对。对，这样他会师傅啊，他我的妈呀。OK， 你可以看我的吗？师傅他我现在我可以帮那今天我你舒服吗？我现在这么讲话可以清楚啊，可以。他还可以，他还清楚。我的妈呀！好了，不跟你搞了。你几几年的？我64年的。64年属什么？属龙。哎呦，鳖龙啊，一条鳖龙啊！哎呀，这条龙一直往下在跑啊。对。对了，做什么事情都不顺利。你说的对了。哎，我说的对，工作也不顺利，感情也不顺利。跟老公跟孩子的感情都不顺利，听得懂吗？对。对了，赶快念经啊。
家里不能再放这么多了，请神容易送神难呐、啊。对，对，是不是我供的，就是。不是你供的话，你在不在这个家里啦？对呀、啊，是啊，可是我没有，不可以讲话的吗？因为都是我老公做主啊。你老公做主吗？说明你没有福气啊。怕老公，人家怕老婆的人多得很呢，你为什么不弄个老公怕你呢？说明你前世欠他的啊。他脾气很坏的嘞。脾气很坏的。脾气很坏的，你就跟着他了，念经了，好好念经，把他念得好一点啊。嗯，好，那其实我想问你，我的孩子他有几个灵性啊？一个女的，一个女的，很早就讲了是吗？从小就在他身上了，这个孩子本来你们不应该生出来的，硬要的。硬要的。啊。不，我没有哎。我就讲给你听。讲给你听，本来你们这个孩子命中应该没有的，你们没有计划生的这个。对对。对对。一点都会错。好啦，那么就是突然之间你们做这种事情嘛，那么这小鬼就上升了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所以意外怀孕的嘛，都是小鬼偷偷的溜出来的呀，这还不懂啊？哦，对，师傅你真，对师傅你真的很灵哦。对不起啊，师傅我都不会讲话。还有你不会讲话，你叫好了，嗷嗷嗷叫好了。好啦。什么？不能再讲了。啊。什么？我变师傅，我可以问一问王人吗？快讲啦！我听你们讲话真的很累。李金富。姓什么？李。双口吕。啊，木子李。李，木子李。第二个字呢？金，金色的金哦。第三个字呢？富富师傅那个富贵的富。啊，不是啊，富啊，幸福的福，富是幸福的，是富贵，你到底什么富啊？讲给我听啊！那个有一个一字旁，一个我的妈呀，富啊，一字旁那个富，什么叫一字旁啊？富贵的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富贵的富啦？啊，那个不是富贵的富，还有一个富，一字旁的富，福建的富啊。福建的富，福。嗯。哎呦，像你这种智商能生出来孩子好啊，话都讲不清楚啊，好好在家里练练，多念心经啊，不开智慧的、啊。心经好，好。好了，还在地府呢。还在地府，要多少张小房子呢？多少张？86张。86张。好了，再见了。好好念经，好，好吧，好，谢谢师傅啊，谢谢啊，再见，感恩师傅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喂，喂，喂 ，Hello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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已经六个 Hello 了，你准备 Hello 几次啊 ？Hello。啊！哦，师傅，弟子向你请安。第八个哈喽了。弟子紧张。弟子想问：1979年属羊。79年属羊的，男的女的啊？女的。女的。我看我身体，我的工作。身体颈椎不好。颈椎不好，嗯。肚子肠胃不好。对，腰不好，对，肾脏也不好，肾脏啊，最近我一直很不舒服。对，我告诉你，右面肾脏出毛病了，还有妇科也不好，妇科。OK。听不懂啊？是。听得懂，听得懂，因为我有梦到，我梦到我流包血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有麻烦了，你这个妇科很不好的。妇科不好，然后。小房子要念多少？小房子要念67章。昨天67章哈。对。像弟子所之前所发现的，然后有没有算进去？
另外算的。另外算了，那么要说七张是说要说什么的吗？还是说我的药精者就好了？说你的药精者，他都知道，因为师父帮你开出来的， okay. 天上都记录的，这个效果很厉害的， okay. 辛苦辛，效果会很好。你自己许的愿没什么大效果的。好了，十五。OK， 感恩师父。然后我的工作方面。工作方面多念准提神咒。准提神咒，师父，我想请问你。弟子上次我是做头发的，我想转行，然后我今年能够转行吗？你做头发就是帮人家理发的啦。对对对。理发的，理发做头发都会。如果是说要转行的话，是帮同修，跟同修做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结婚了吗？我已经离婚了。离婚了，孩子有吗？孩子一个。大了吗？这是2001年的。20。14、15岁。14、15岁。2001年。2001年。说的。哦，还没独立啊？独立了嘛？已经独立了。01年嘛，现在。还没有，还没有在啊、在求学。哦。你好好努力，你撑出点时间给佛友多做做头发。跟佛友做做头发。啊。反正。师傅，我请问你，这样我可以转行看工作吗？如果比如说有同学要请我的话，可以啊。同学要请你，只要是正当职业，啊、有什么不好啊？感恩师傅。你以后台长在澳洲的时候，啊，你帮我们慈善机构来，台长出你机票，你到澳洲来帮我们广大的听众和佛友来理理发，不是蛮好啊？师傅自己的业自己背，不然师傅背。哎，叫你来理发的怎么叫自己背业了？啊，没有师傅。叫你过来帮我们理发的。感恩师傅。老子坏掉，老子，你是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？我马来西亚，对，师傅，我是马来西亚的。马来西亚蛮好，你好好听话了，你以后好好的多做点功德，以后你自己可以开个理发馆不就好了。一直很紧张，好，感恩师傅。啊，你以后再可以在这个再可以雇一个人在那里帮你守着开着，你自己们忙忙。好了好了。师傅，我的业障是多少吗？我看看啊，你的业障是多少？要给理发师要看看业障有多少。几几年属什么的？1979属羊。79。29。我的年龄是12877，冰城拜师的2015年。啊，莲花还在，身上有灵性啊，你身上有灵性啊。哦，这样，如果像你们这样子，如果有灵性，还要那个。它在你的皮肤上，现在在你的皮肤上，所以你的皮肤很瘙痒啊。对，有时候。对，背脊，后背痒得不得了了，嗯。哦，感恩师傅。你好好念经了，把它消掉。好，师傅，我再问一个可以吗？就是问他莲花。3028。多少啊？是2011年。啊？我要想问他莲花有没有在？几号？多少啊？3028。哎呦，男的女的啊？女的。什么地方拜师的？吉隆坡。吉隆坡3028。哦，他不是太好哎，他这个莲花叶子都在萎缩了，嗯。在什么？叶子在萎缩，听不懂啊？哦，叶子在萎缩哈。啊，不好啊。他的叶状两不好啊。啊。OK， 这样我就好。你叫他赶快努力啊！他有懈怠过。2028年吗？对呀、啊。2013年。对。2013年。他在马来西亚。哦 ，OK， 可以，我可以跟他讲。你刚刚跟他讲了。他的叶状有多少？好了，不能看两个的，
问好了，可以了。OK， 谢谢你，感恩师傅。好吧，你的理发的水平高不高啊？嗯。很多。理发的水平高不高啊？你啊？一个月千多块。不是，谁问你价钱了、啊？我就是问你的水平高不高？水平啊，还好咯。啊。一般一分钟能几分钟能够剃一个头啊？我们有剃发，因为我还不大会剪，我只是会洗头发，帮人家洗头发。那么剃头不会的？还不大会，在学术。哦哟，好好学吧，好了，念念经，以后再开，好吧？这么水平啊！祝师傅马来西亚法会。再见再见。感恩师傅，谢谢师傅，感恩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喂，喂，你好，喂，台长是吧？你好，喂，是啊，是台长，你讲吧，请讲。台长你好，嗯。喂，台长，请讲。啊，我可以帮我女儿问佛台吗？念经了没有？啊，2012年的。念经了没有？念经了没有？听到了。念经了没有？听到了。啊，怎么？有没有念经？啊，念经了。啊，讲吧。喂，你以后能不能找个安静的地方跟台长打电话？啊。哎，怎么要命？听得不是很清楚哎，我找一个地方比较听得比较清楚的，不好意思，台长。讲吧，几年属什么的？啊，2012年属龙的。2012年属龙的。想看什么奖啊？啊，想问身体。哎呦，身上有个大灵性啊！啊，身上有一个大灵性。哎，已经在他脑子上面了，所以他脑子不好。啊，对，我女儿有自闭症。自闭症啊！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女的是披头散发的，很吓人的、啊、那个鬼啊。很吓人的、啊，是很老的灵性吗？对，很老的，怪怪的，好像这个灵性本身就是自杀的。啊，这个灵性男的还是女的？女的。女的。嗯。哦，是他、啊、是家里人吗？你去看看你们家族里边有人过去自杀过没有？亲戚朋友当中。亲戚过世都很久了。对。有一个好像是自杀的，嗯，自杀的好像没有了，我不是很清楚。你去问问看。好。你给他念，现在给他念小房子要念89章。89章啊。啊。我和我家人已经跟我女儿念了大概700多章了，就是不知道，就是他有没有收到的。收到了。你女儿好过一段时间了，听不懂啊？啊，现在比较好了，对。好了嘛就好了，好了嘛念下去啊，吃药吃得好了嘛，继续吃药，听不懂啊？啊，就是现在还是脾气很难，很还是很倔，然后。你说脑子坏好还是脾气坏好了？你一点点来呀、啊，先脑子好了嘛就好了，脾气坏一点有什么关系啦？啊，但他现在还是不会说话，然后我。你以为这么容易的？上辈子就欠了多少业障啊？跑到这里念几张小房子就会讲话了？那医院全部关掉了，好了。哦，知道。想得到美了，欠了这么多业障，马上就会好的，开什么玩笑啊？好了。好。一直念到他好。
好了好了，你以后这种环境不要跟我打电话，你浪费台长的气场，太吵了，好吧？对不起台长。好，再见再见。嗯。再见再见。再见嗯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喂。喂，你好。你好。啊，是卢俊宏台长吗？是啊。哦，师傅，谢师傅，我打通了，我打了好久，嗯、谢谢师傅，感恩师傅，我这次去新加坡要见您。嗯、啊。嗯。啊，师傅，我是八年的狗，请您帮我看一下，我的婚姻和事业。八几年的狗啊？八二年的狗。嗯，八二年的狗，婚姻不好。嗯，对对对。我告诉你，非常麻烦，现在，嗯。对对是的，他根本不了解你，现在不理解你，听得懂吗？是的师傅啊，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现在大概应该你还有大概有一年半时间还会很痛苦，你要做好思想准备的。师傅，我怎么做呢？念姐姐咒，念心经给他。你告诉我他属什么的，几几年的？他是属八五年的牛。你呢？我是八二年的狗。嗯。嗯。啊、哦，这个男的脾气不好啊。嗯。是的。身上有灵性啊。嗯。是。我告诉你。没有。你叫他少看一些。哎，你控制不住他的，没办法。嗯。很麻烦。这个男的，我告诉你啊，色心啊，有色心啊。嗯，看了太多不好的电影啊，或者网上的东西了。对对，他玩游戏玩得很厉害。我就告诉你了，完了，麻烦了。嗯，而且他现在对你不感兴趣。嗯。是的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是很大的问题。你现在每天念姐姐咒啊？我都念49遍给他。不行。然后。姐姐走49遍，念78遍，念78遍，好的。嗯，好吗？我需要我化解婚姻的冤结的话，我需要念多少小房子？小房子念65章，先念65章吧。嗯，是的，我当时其实这件事情我拜师的时候，当时师父已经提醒我了。提醒你了，我提醒我什么事情都讲的之前的，到了后来上次有个人8年前我提醒他，他到后来都验证了。人就是看不到未来，所以人才会糊涂啊，听得懂吗？我听懂了师傅，我也忏悔，我的脾气不是很好，然后心量也小，所以说心量也小，你活该。你结婚之前跟他太好了，你听不懂啊？师傅，结婚之前投怀送抱就是你开始的，你让他现在看不起你也是你的问题，骨头不要轻，听得懂不啦？我听懂了。我会讲错的，我图腾一看什么都看到了，所以我跟你们说，女孩子跟人家谈恋爱要慎重，骨头轻在不得了，结了婚他就不理你了，明白了吗？我明白，我错了。师父是不是说我们俩的婚姻的话，只要我继续念经，然后我顺便我不跟他吵架，我再忍一年半之后有好转的情况。有两种情况，一年半之后有可能拜拜，也有可能好转，要看你自己念经的功德了。是的，我一直在念小房子。哎，好好念咯。好的，谢谢师父。然后师父顺便再帮我看一下我的事业，事业一直都不是很好。嗯，事业不好嘛，你的眼睛啊，在单位里面也要当心啊，不要去花这个花那个的，眼睛不要盯住人家男人看，因为过去有个老板追过你的，有一个就是你的跟你很好的一个人同事啊，不晓得是谁。嗯，听得懂不啦？之前的一个同，听得懂，我听懂，我错了，师傅。错了，我叫你们眼睛们不要乱看。我错了。我早就跟你们讲。我事业还需要念多少小房子？事业念点大悲咒，小房子，小房子要念，也要哇，你要念79章了。好的，师傅，我
我之前一直找不着工作，这一年多我念了300多张小房子，针对工作的业障，现在找到了工作了，只是环境不是特别好，但是我还在继续念小房子。好念，没关系的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父。骑着马找马，听得懂吗？骑着马找马，骑着马找马，因为菩萨会给你第一次机会，给你试试看，看你精进不精进。因为你帮你找到工作之后，然后你不精进了，很快这个工作就没了，而且你再要找找不到了。如果你找到这个工作之后，你有一个正常的生活来源，再过一段时间，菩萨给你换的，听得懂吗？都是一步步来的。听懂了，听懂了。我听懂了，我非常感谢师父。我去年去了新加坡法会之后，然后就就每天都能念到3到4张小房子了。然后现在我也非常非常相信师父，也非常尽量努力每天多念小房子。用不着师父，用不着想很多啊。好的。男老公对你好不好，那是一种缘分啊，自己能够克制自己，能够把自己做好就好了嘛。好的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好了师父，你再帮我看一下我女儿身上有没有灵性，要念多少小房子。几几年啊？她是2014年属马。2014年属马，她小灵性。念多少小房子？哎呦，不用不着多少，32张就可以。她就是一点过去吃活的东西啊。我没有给他吃过活的东西。你呀、那么是你身上给带给他的。好的好的。在你胎中，他是胎中树不啦？他不是胎中树。好啦。因为我。那你吃了吗？好啦。家里。好啦，家里人给他吃了吗？好啦，还要讲啊。可能家里人背着我给他吃了。肯定的。我继续给他念。给他念吧。好的，感恩师父，我不耽误师父时间了。再见再见，师父你保重身体。好，我会去见您的，我特别想你。好，感恩师父。拜拜拜拜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台长，你好。你好吗？好，台长，你帮我看一下，63年属兔子的。63年属兔子的。是。想看什么呀？身上有没有灵性？身上有没有灵性？哎呀，有一个灵性啊，经常要发脾气啊。是啊是啊，还是啊是啊，这个灵性啊经常搞你啊，搞谁雷啊。是啊，你要不要，你以后不能再吃活的东西啦。没有没有，我们已经吃素一年多啊。我看看啊，为什么他要搞你啊，我看看啊。啊，他为你们家里一个人，上辈子这个灵性，你们家里有一个人上辈子欠他的，所以你盯住这个人经常发脾气的。啊，对不对啊？对对对。是不是你老婆啊还是孩子啊？是老婆好像。我老婆啊，这个是我第一个老婆。啊，第一个老婆，哇，哎呀，第二个老婆。你到底几个老婆啊？这个是第二个老婆。第一个老婆啊。这个老婆已经走掉了。那么现在第二个老婆。啊，对。那么现在你跟第二个老婆经常发脾气，对不对？没有啊，他跟我发脾气，不是我跟他发脾气。啊，是他跟你发脾气，你是好人，他是坏人，对吧？哎，你学佛学的真好，我台长要向你好人学习啊。不讲了，对不起，台长，对不起。做错事情了，自己好好忏悔啦。是是，一个碗不响，两个碗叮当，听不懂啊？对对，都是人家错，你没错的，你好好念经了，念心经啊。有有。还要每天念49遍往生咒。好的好的。好吧。好的好的，请问他讲小房子要几张？小房子还要86。86张。好的。我讲出来的小房子数量，你一定要去做的。对对对，好的好的，来帮他做。请问是给他的妖精折射吗？给你的妖精折，不是给他的。哦，我的妖精折。好的。你自己有妖精折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我知道啊。你的胃很不好。是是是是。请问台长，他的妖精折要几张？他的妖精折你叫他念呀，他念不念啦？
他念他念他念他就开始他念，你叫他念69章。69章啊，给叫他念。好的，好了，好的，请问台长帮我看佛台一下。我看看啊。啊。佛台还可以，嗯。好的，行，菩萨有来吗？来过，护法神都来过。好的，好的。你还有，你那个财神也来过。好的，好的。财神菩萨也来过，但是人家财神菩萨来了也没给你钱呢。好的。人家来玩玩，玩玩人家就跑了。好的，好的，感谢观世音菩萨，好的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嗯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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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师傅啊。你好。师傅好，弟子给师傅请安。啊。师傅辛苦了，师傅啊，请帮一个同修1957年男的属鸡的看一个身体，师傅。57年属鸡的是吧？嗯。对。他有糖尿病，颈动脉放过支架。看到。嗯。哦，他的支架这个边上啊，还有一个，他应该放过不止一个，两个应该。嗯嗯嗯，是。我告诉你啊。嗯。他的这个冠状动脉有点小问题。嗯。嗯血液循环有问题。嗯。然后有一个灵性像他像一个兄弟，像他的兄弟。啊。你要叫他当心，你要叫他吃东西一定要当心，不能胆固醇很高的，不能不能血脂很高啊，他现在有三高的情况。是师傅。真的。嗯。那师傅他需要读多少张小房子，放成多少条鱼啊？读多少张小房子？嗯。多少张小房子？放生要3500条鱼。3500条鱼，好。小房子，我看看，小房子有的念的，叫他21张21张一波一波念。好的，师傅。这个人前世有很多领导的，他做过领导的，嗯。啊，好的，师傅。那师傅啊，他这个节今年过得去吗？还可以，应该过得去，嗯。过得去啊！感恩师父慈悲，感恩师父慈悲。师父，接下来帮助一个1958年属狗的女的看一下身体，师父。1958年女的。啊，女的。我来看看女的。感恩师父，感恩师父。你看看你毛病要改一个字都这么难，所以你说一个人要改毛病多难，你告诉我好了。是师父，非常难的，是。我看看啊，1958年属狗的，女的，对，女的，1958年属狗，想看什么讲啊？想看一下身体，师傅，肠胃不好，啊，腰不好，啊，哎呦，妇科也不好，妇科也不好啊，嗯，哎呦，脑子也有点问题哦。脑子有问题啊！哎呀，有经常比较激进，讲话比较激进，比较容易发脾气。是。嗯，眼睛也不大好。嗯。哎呦，人倒还算善良。嗯。嗯。人蛮好，很愿意帮助别人的。是师傅。他有一个肩膀，他一个肩膀非常不好。啊，是。嗯。那师傅啊，那他明年那个节过得去吗？看看啊，过得去，他过得去，过得去没问题、啊。他已经有修心念经了，嗯。是师傅、哎，念得蛮好的。是师傅，那他需要读多少张小房子，跟放生多少条鱼啊？多少张小房子啊？啊，读多少张小房子？100张。100张，好。慢慢放吧，放生鱼1500条。1500条。好的，师傅，最后慈悲帮助看一个亡人，他的名字叫郭瑞寿，
瑞是瑞雪的瑞，寿呢是长寿的寿，男的，2016年往生。哦，他很厉害，他有菩萨，他有观世音菩萨接引的。哎呀，嗯，那师傅他在哪个道了？现在呢？我看一下啊。嗯，他在色界天。色界天，那师傅他还需要读小房子吗？给他。嗯，再给他念75章。75章。好吧。好的，师傅，他们的业障自己背，他不让师傅背。他主要问题，他活着的时候，他欠过人家一笔情啊。啊、哦。哎，这笔情的话，现在他上了天都要还的，那75章给他念掉吧。嗯嗯嗯。好了好了。好的，师傅弟子没有问题了，感恩师傅，他们业障自己背，师傅再见。好，再见再见，嗯。好，听众朋友们，因为时间关系呢，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。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。今天打不进电话听众的，明天星期五的早上12点可以继续在空中和师父沟通。好，广告之后，欢迎大家回到节目中来。